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近日刘嘉玲、谢霆锋为星光大道打手印，以表扬他们对电影业做出的贡献。刘嘉玲透露，在众多已留下手印的艺人当中，唯一不希望与丈夫梁朝伟合作电影，现在最希望可以与谢霆锋合作演母子、情侣或包养他的角色也可。谢霆锋亦表示有兴趣演被刘嘉玲包养的角色组合，但笑言付不起对方片酬开拍，唯有自己不收片酬。包天气像天出一套戏，亦会重影一世纪，身躯的影子仿佛能碰不上去不起，不知应否要顾虑。若是我会早睡，纵使心只肯早一点醉。余文速递为您整理报道。